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啊，这个台大就会有教导一件事情，他说要贡献这个大学与宇宙的精神。我这个大学能贡献给社会弱势就很不错，不是贡献这个大学与宇宙的精神啊！哇，这个是何等的胸襟啊！这确实很困难，因为关怀我们的一个万物以外，也关怀着整个一个太阳系啊，这个是了不起，甚至于是整个宇宙。好，这个宇宙真的是多么美啊！你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个，似乎是像戒指一样，这是太阳要出来的那样的一个情形啊。那旁边星空里面繁星点点，然后太阳照亮了整个地球，给予地球整个一个能量啊，那样的一个状况啊，然后太阳升起，月亮就下降，所以整个星空中所呈现出来那样的一个物理，哎，让人家非常感动。它的天文这个你看地球这个月亮变成那样的一个升起的那个状况，让人家非常感动的那个情形啊，所以这确实从宇宙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的事情啊，从物理学变成天文学，从纯科学变成有点人文关怀的那样的有故事的天文学，这个多好！这是人类我们在立足在这个宇宙间呢，非常重要的那样的一个想象力，以及能够把想象化为实际去解决许多问题的一个能力啊，这是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哈。这个讲的比较虚空一点，我们拉到现实面，请大家听一首跟这个星星、月亮、太阳有关系的歌啊。依然闪亮，明月依旧无言。这个显然很多人都应该听得熟悉啊，听得记得起这首歌啊，这个是在词句里面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好，请教大家，这个曲名是什么？这个困难度很低啊。好，创作时期是什么？困难度稍微高一点，您记得的话就表示您蛮厉害的，这个记忆力啊肯定是非凡。好，待会再跟大家报告一下。所以这个歌曲啊，有时候这个联想啊，让人家的联想这是非常丰富的，不要只是一个影像，影像有时候要联想很难，可是歌词音乐乐这个声音它的这样的一个流动，乐符的流动，乐音的流动里面，我们可以联想到的一个事情可能会更多啊。所以透过唱歌去学习很多事情也是好事一件，去抒怀一些情感也是好事一件的。好，所以刚刚讲这个记忆力，行动，我们的一个行我们要去做某一些动作，譬如说骑脚踏车，这也是有记忆力啊。小时候学了，你到很大的时候，年龄很大的时候，他依然会骑脚踏车，就表示我们的肌肉已经练就了跟大脑、小脑之间的一个协调的一个动作，这个形成一个记忆体，在我们脑里面呢，这个可以去执行它的一个流畅的一个动作。芭蕾舞，这也是要经过很长时间一段的一个练习啊，你的肢体、你的跳跃、你的旋转，才会优雅。非常难的，所以在这个是窦家的一个画作，这个老师在这个位置拉着小提琴，一方面也要指挥，一方面也要伴奏，这个老师蛮忙的这个学生在这个位置一方面照着镜子，一方面真正要表演给老师看了，非常不容易啊。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就可以去呈现出很多的一个故事啊、情节啊，再配上音乐，像这样的这个火鸟。这是斯特拉文斯基啊，非常有名的芭蕾舞剧啊，《火鸟》，他就可以把那个故事啊，森林中发生的一些故事啊，让大家印象更深刻。我们刚刚讲的，他有音乐，他有他的歌词，他有他的情节，他有他美丽的那样的一个这个布景啊，等等连接在一起，我们自然对他产生深刻印象的机会就比较大。所以这一位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啊，也许大家对他不是那么熟，但是对他画他这个人肯定很熟。毕卡索画他的，毕卡索把寥寥几笔啊，就把他画的那份的神采感受得非常深刻。那有一次啊，1959年左右的时间，他到日本去访问，那时候他已经世界知名，到日本访问，那日本的 NHK 电视台就准备了很多日本当代作曲家的音乐啊，结果在播的过程中播错了，把一位抱歉名不见经传的一位作曲家的安魂曲啊给
斯特拉文斯基听啊。啊，结果他们这个发现错误以后，就跟斯特拉文斯基道歉，说不对不对，不是要播这一首。结果他听了以后觉得，哎，这蛮好听的，你继续播下来。那结果，哎，他蛮赞赏的这位作曲家，后来就日本啊就大放异彩啊，因为得到这位大师的肯定啊。好，我们把这位日本作曲家的他描写的一个庭园的一个状况，庭园之间我们先看到鸟，这个鸟他用双簧管，他怎么去呈现鸟？一点点神秘感，那又有一点点 鸟的那样的一个机灵的动作，在那样日本的一个背景里面，它是日本背景设定的是一个花园，五角的一个花园公园那样的一个场景啊，但是日本的那样的一个现代感它又怎么去呈现出来呢？是一个古代的一个日本，但是日本现代，但是又有日本风味的那个层面啊，非常困难。那这位叫吴满彻啊，这位二十世纪日本的作曲家，所以非常现代，所以他把那样的日本庭园的一个感觉，日本的风格意境似乎也带进来。那更带进了日本当代的不安。现代音乐听起来就是这样，那个旋律你很难记得，但是就能呈现出那个情感澎湃出来。好，真正后来不安宁静以后，又回复到那个公园，好像鸟来了，人群来了以后又散掉，那个宁静出来。所以这个吴满彻非常厉害，他也帮电影啊，黑泽明的电影《乱》配乐啊，这也得到很大的一个肯定啊。所以现代作曲家功力啊，也是让人家非常啧啧称奇的情形啊。乱，好，这个病人的一个状况就是症状，会让你觉得很乱的一个状况，发高烧，发高烧，神志不清。哇，这个很恐怖啊，所以一定要找到它感染的一个来源啊，验起白血球高，发炎指数高，但是就要找它发炎来源，那就给它验尿，就发现尿里面确实白血球比较多，那一定是尿路的一个感染，这个可能性是最大。但是它之前的它的电脑断层就已经发现这个不对，它本身的一个肾脏是有问题的，那到底是尿那个尿道感染是哪一个地方？这也很重要。这病人的胸部 X 光看起来并没有感染的一个迹象，那你怎么去判定这个尿道感染是这个，譬如说是膀胱的尿道感染，还是肾脏的这个尿肾脏的一个感染？这两个差别性是蛮大的。症状上很重要一点，它会出现腰这个地方很疼痛，所以局部给它敲很疼痛。所以虽然同样是小便的检查会发现有这个细菌啊，有这个白血球，但是透过这个检查，我们敲的时候就发现，原来感染的一个来源就是它一个原来多发性囊肿这个地方在续发感染，它也变厚了这个状况，所以要给它抗生素的一个治疗。背后这个地方也要注意到附近有没有脓疡的状况，然后给它抗生素治疗以后，它这个本身状况就稳定，也可以发现它肝脏也是有一些囊肿，但是这个囊肿基本上不是有囊肿我们就要把它切除掉的意思啊。这个感染能控制好，它的肾功能可以维持的话，这些就不用去处理啊。好，一开始请教他一下，这个是答案是什么？答案是我们的这个《爱洒人间》的创作时间是2001年9/11事件的时候，大家收看。